酒店的烧水壶我是不敢用了，我就在网上买了这个便携式的电热杯，三菱式食品级不锈钢内胆，通用电压，出门旅行也不怕没热水用，轻轻一按即可烧水，两分钟就可以烧好一壶，平时还可以当做保温杯使用，想泡茶煮粥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哦。